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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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唱歌我不跟竞赛，我跟竞赛这个不，两样都竞赛。为人为子有用，为爹有功，清香玫瑰手艺花儿开，风尚啊忙啊为。然呢？啊？来了，农村青年。你拖拉机手，你再翻翻。嗯，梳子喜欢吗？喜欢。就到家了啊。听指挥，哼，服从我的命令。是，服从你的命令。家里，哥，方社长，方社长回来了，方社长开会回来了，快来呀！方社长，回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社长，方社长回来了。大伙干得真起劲啊，一声高级社，东贤都变成东忙了。嘉林，我给你看个好玩意儿。什么好玩意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岳克夏有名的种猪啊。哎哎哎，马上交回奖品呢。丰产大会发给咱们社的奖品。过两天啊，开个会庆祝庆祝啊，大伙儿加紧干吧，明年我给咱们社牵头牛回来。方社长回来了。回来了，吉英。方书记，哎，
方书记啊，孕妇挑河你吃不消啊。谁呀？王菊英。我给妇女主任研究研究吧。研究研究，下命令吧，不许孕妇干重活了。嗨，瞧你这个急劲儿，等我把准猪放好了再说。来，大汉啊，加油啊，不然呐可要落在姑娘们的后头了。我啊，快呀、啊、来小弟，哎，加油啊，你们已经落在小伙子们的后头了。真的啊，快呀，还有五分钟了。哎呀，快，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方社长啊回来了，咱们社得奖了，丰产大会奖给咱们社一对月壳下。什么月壳下？哎，种猪啊。哦，加油干吧。哎，加油干。好，加油，锣鼓敲起来。你汇报工作呢，雨成啊，你们青年队干得不错呀，啊，全都动员出来了。班长，那你看，连女将都动员得出马了。哦，雨成啊，孕妇挑河泥怕吃不消吧？方书记啊，这没法子，现在生产任务紧张，又缺劳动力，再说这种事男人们也不好多问呢。嗯，是啊。那妇女主任呢？我就是。你是妇女主任？啊，是我呀。真新鲜，胡子拉碴的男人什么时候做起妇女主任了呀？方书记啊，是这样，我老婆大梅呀、啊，做妇女工作没经验，我呢就带和尚念经了。雨成啊，啊，你看你，又是团支书，又是生产队长，
又是什么妇女主任，胡子眉毛一把抓，像话吗？你要抓生产啊，我的妇女主任。哦，于成啊，啊，今儿晚上开个会啊，研究研究，派两个青年人去学开拖拉机。啊？去学开拖拉机？个小丫头。少不了我几只猪头，几匹羊布，几双鸳鸯鞋。可如今呐，你刚才没看见亚楠呐？嘿，你没听说他娘年轻的时候？哎呀！都累了，不累了，你看看就不累了，对不对？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好了，别唱了，回家吧，晚上还要干活呢啊！走吧，时间早了，早了。好了，休息了，留点劲儿啊，晚上再唱啊！好，晚上唱，走，有歌。小弟，嗨，金芳，哎，来了，走。哎，亚楠，哎，别忘了。晚上我们一起去挖河泥。哎，thank you.
堂心心哎，亮堂堂哎，拖拉机在前哟。稻子哦，千呀万里哟，好比那星星哟，落地上啊。咱们设的地。要是有拖拉机来耕种，那多好啊！多好啊！咱们设的地，要是有拖拉机来耕种，那多好啊！杨楠，我想跟你说件事。你好，那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真好。哪个女拖拉机手啊？就是农村青年上的。哦，我还没看呢。我真想学他。亚楠，我想跟你说件事。亚花，站住！站住！站住！姐姐。哎，亚楠。再跑，你这个贱骨头！姐姐，大汉为什么欺负你？他不许我去南河泥。什么南河泥啊？明明是找野汉子。大汉哥，嘴放干净点。你少管闲事，我的马由我骑，我的老婆由我管。走，跟我走。你走不走？走啊。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你是青年团员，我也是青年团员，我对你很好，又是你的入团介绍人，我关心你的进步。我怎么了？我工作上有什么缺点啊？不是工作问题，是你的思想作风。我的思想作风？是啊，近来你的表现很不好，群众都有反应。我得站在组织立场上。碧浩，你说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大伙挑河泥的时候，你用河泥砸人。嗯。还在群众面前跟人斗嘴。天天经常些什么歌呀？你不想死嘞，老了找嘞，唱啊唱嘞。笑笑，你呀、啊、就是不严肃。答应我，以后别跟生肖家在一块唱歌，别在群众面前嘻嘻哈哈。为什么？
为了群众影响嘛。我不愿意让你给别人说闲话。你要想做个好团员呐，哎，这就是考验，明白吗？考验。好吧，我答应你。哎，亚楠，我知道你可听话。一个年轻人嘛，不要怕有缺点有错误，只要有勇气有决心，就能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记好，我想去学开拖拉机，你同意吗？开拖拉机？还不知道派谁去呢，等明天宣布了再说吧。啊，嗨，还不宣布？来来来，到这儿来。那宣布了没有？没有啊。社长，真是。嘿，还不来？还不宣布？也不是到底派谁去。哎，我说呀。啊。准派派谁谁谁、啊、派我去啊派哪里你啊凭什么他人家小贾劳动好身体棒又有文化你好算他一个你算了吧他还有呢我你、嗯、你凭什么你比得上人家布谷鸟？啊！哎，那你比得上人家申小姐？啊？啊？比不过。你。来来来，就给我捡。好，布谷鸟。这下不能再说了，哎，你拿去注意。好，我来捡一个，怎么样？好，来，这个好，这个好，努力。来吧，准备。预备，起。一、二、三。来来来，小姐，给你好，再来，再来。于成，于成，哎，你好，来来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哎呀，什么好消息？我有事找你。组织上啊，决定派亚楠去学开拖拉机了。啊？啊，跟小贾一块去。什么？小贾跟亚楠？啊，是我推荐的，方书记啊都同意了。嘿，完了完了。哎哎，什么完了？你怎么干这种缺德事儿啊？哎呀，小贾对亚楠不存好心，哦，他们俩搞在一块儿，那还不是黄鼠狼进鸡窝了？哦，昨晚上我已经跟亚楠说好了，以后不准他们在一块儿唱歌。哎呀，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叫你别派亚楠去，我们卖寿以后就办喜事。可你存心跟我过不去嘛，把我的规划全都搞垮了。哎，别好别好，你别这样啊。我当时推荐他去就是为了你好。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那怎么办呢？好，我马上就找方书记谈，把亚楠换下来留在家里。你呀，晚上跟他谈好，马上结婚啊，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对，就这么办。你这算画的什么拖拉机啊
是你日记本啊？啊，我看看。哎，怎么不能看？好，不看不看。哎，小姐，你接到通知没有？没有。你呢？也没有。不知道祖上派谁去学习啊？要是能派我们两个去，那多好啊！是。骗我！小姐，往后我们俩别在一块唱歌了，好不好？为什么？你别问了，我已经答应了人家。答应谁？你别问了，别问了。亚楠，亚楠。亚楠怎么了？不知道呀。刚刚我们在一块练歌，他忽然不唱了。我问他，他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不唱了，就走了。嗨，这家伙怎么能这样？谁？王碧豪。王碧豪？现在就这样，结了婚怎么办呢？结婚？小姐。你怎么了？小佳，是不是你啊？哎呀，这个事儿可复杂了。小佳，小佳。你好，哎，小弟，嗯，看见亚楠没有？布谷鸟，哎，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来，秀娥，亚花，问在家里干什么？到俱乐部来看我们唱歌，多开心呢！真的，开心死了。哎。小弟，哎，秀娥啊，你们不知道大汉的脾气。雅花，你怕什么？有我们，哎，有我们，我们都建设社会主义了，可他脑袋瓜呢，还都是封建残余。哎，我真想啊，敲敲他的脑袋瓜。小弟，你别这样，怎么？你还疼他？你还疼他？你还疼他？别闹了，咱们帮他出个主意吧。好，哎，我有一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咱们妇女啊，都团结起来。啊，谁不嫁男人？让他们呀打一辈子光棍，看他们还敢欺负咱们妇女。笑什么呀？妈，雅华又到哪儿去了？
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管不住，还来问我老婆子呢。大汉呐，女人只有三件宝，一哭二闹三上吊，不用怕，好好管教管教她。对呀，黄金棍儿打出个真君女，她敢飞上天？哼，她要不服管教，社里女人多得很，闭着眼睛就能摸一串。你们知道亚楠在哪儿？我自己的女人都不见了。亚楠吗？我倒看见的。在哪儿？我刚才走过俱乐部啊，听见有人在唱歌，我就走过去看看看，原来是亚楠跟小贾。郎啊妹呀、啊、肉麻的不得了啊。你怎么死现天呀么牵过了河，那哥哥狼儿买个梳子，姐呀，谁？这个时候怎么会来？亚楠，我有事找你。我知道了，是不是祖上批着我去学开拖拉机了？哦，想得真好。是吧？拖拉机在田里呀，嘿。亚楠，别胡思乱想了，组织上不会派你去的。为什么？你是个妇女啊。妇女？妇女不能开拖拉机？真滑稽！你看看，这些都是摆摆样子的。妇女干这个根本不合适。不，我要去，我跟组织上打报告。亚楠，干什么你？亚楠，房子也收拾好了，我看我们早点把事办了吧。办了事你待在家里，我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啊。不，碧豪，我要去学习，等我学习回来好不好？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小贾一块去学习？是小贾，他批准了。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那你们俩刚才在一块干什么？没干什么。哦，我们俩在一块唱了两句歌，后来我想起你的话就不唱了，跑回家来了。
你撒谎。你说呀，你们俩刚才在一块干什么？碧豪，你想歪了，想歪了你。你还不肯称错。碧豪，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我是病了，我看见你跟别人在一块唱歌跳舞演戏，我那个心呐、啊、就像刺子错一样，刀子扎一样，这次刺一样，我受不了了。碧豪，你别这样嘛，别这样嘛，碧豪，碧豪，别这样嘛，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碧豪，都怪我不好，往后我听你的话好吧，你别这样嘛，别这样嘛，你别这样嘛，你别这样。亚楠，答应我，马上跟我结婚。亚楠，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登了记就办喜事。好吧，可是结了婚以后，结了婚以后我们建设个模范家庭，让青年们看见了都眼红。哎，我还订了五条家庭规划。出剧团，保证不跟青年男女在一块儿唱歌跳舞演戏。准许你在我家里唱歌。二，保证不跟男人单独谈话。谈了话，当天跟我汇报。三，保证不在群众面前嘻嘻哈哈。特殊情况。必须经过我的批准。四，看见孙小甲。四，看见孙小甲，保证远远躲开，以免发生意外。（括弧）如有公事，由我替你们双方传达。第五，发誓，保证不想拖拉机。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好，签字。亚楠，你签。你敢？你想把我变成什么人？想把我变成哑花姐？你办不到！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嘴给我堵起来，脑子给我哭起来，不让我笑，不让我跳，不让我唱，你办不到，办不到！好，那就一刀两断。好吧。这是你的，拿去！这是你的，拿去！这是你的，拿去！这都是你，拿去！将来你别后悔，绝不后悔。好，你这忘恩负义的，你没有帮助你，你能入团吗？你没有关心你，你能学习好文化吗？你没我照顾你，你还不是个天不管地不说的野孩子。我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帮助，谢。
谢谢你的照顾，可是我还要笑，我还要跳，我还要唱。风吹杨柳水上啊飘浪唱啊山歌啊走过独木啊桥啊进来唱啊进来唱啊受不了又哈哈哈哈小贾，哎，别着急，好，哎，走啊。走了，走了啊，到区里报道去。报道去啊？还有谁？周长年，你看介绍信都写好了。小贾，嗯，把我的名字改了，填上了周长年，你看看。真的呢？我找团支书问问清楚。哎，哎，亚楠，亚楠，你先别急，等我学好了回来教你，好吧？教我？我们来定个规划吧。规划？是啊，定个三包：包教、包学、包会，你看好不好？哎呀，三包啊！好吧。小姐啊，快走了。好，我走了。愿你们俩幸福。愿我们幸福。哎，小姐，你怎么还不走啊？韩支书，韩支书。啊，亚楠，你的报告我们已经研究了啊。我知道了。为什么本来决定我去学习拖拉机，后来又把我换下来了？啊，那是组织的事儿，你就不要问了。为什么不能问呢？嗯，瞧你无组织无纪律吧。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童亚楠，我实话告诉你，这次没批准你去啊，就是因为你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很多群众都反映你跟王碧好同志随随便便解除了关系，这是错误。你好好给我媳妇念道书来，要深刻。我不行。哎，你看这样查，这样查，主五行六整整齐齐，发科均匀，耗营呢也方便，你看这个办法多科学。是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做起来你看行吗？怎么不行啊？这是方社长去了听报告回来之后啊，开了个夜车才搞出来的，又科学又适合我们社的情况。准备今年呢，在我们青年突击队先行试验，然后再推广，保证明年大丰收。你这个队长怎么也不管一管？全社的地我都去看过了，没有一个队不在大力积肥，就是你们队第三小组不行。别忘了，明年我们能不能丰收就看现在积肥怎么样了。是啊，我跟他们小组长说过好几次了，他说劳动力本来就不够强，请假的人又多。为什么请假？这你这个队长就是太好说话，没一个魄力。我问你，是生产要紧呢，还是私事要紧？你也不学习学习人家青年突击队孔队长，看看他是怎么干的。社长，他们第三小组也实在没人，本来就缺少骨干，现在又把周长年调去学习开拖拉机了，你是不是能够选一两个劳动力强的调到他们组里去？你看调谁呢？哎，
就调王贝豪怎么样？他是把手。行啊，我们队可以叫王贝豪去支援你们。哎，不行不行，贝豪，来吧，帮帮忙嘛。我知道你们青年突击队是全社的光荣队，你当然不肯离开，可是不是啊，我们队里生肖甲也调去学习了，人手也不够啊。也对，我看这样吧，我自己下去吧。那太好了。哎，宝山，你怎么能去呢？社的事这么多，生产要紧，别的事慢慢来。方社长啊，方社长，你快去看看，约克夏生病了。哎啊，那是咱们社的种猪啊，你们俩先去，我一会儿就来。哦，方社长，这就去吧。好好，走吧走吧。哦，你们先别走，等会儿我们还得研究各队的生产计划。一会儿你告诉你们第三小组组长，今天晚上我跟他们一块去挖河泥。我就不相信搞不好。来来来来，他早上吃了两口，中上一口都没吃啊。我看他吃两口，吃两口他又吐了。啰嗦什么？快抬兽医站。方社长，干什么？社长，方，快回去看看吧。方大嫂吐了。吐了？别是有喜喽？不会吧？快回去看看呀！哎，方社长，可别可下。我家里的事。你们先帮着照看照看，我还得去看看约克夏。走走走走走。哎，亚楠啊，你上哪儿去？我找方书记，方书记刚去猪圈。哎，哎，方书记。啊，干什么？学开拖拉机的事。玉成没跟你谈过？我跟孔队长谈过了，他说。那就好了，留在市里好好生产吧。又打架了，方社长，他不许我晚上去开妇女会。什么妇女会？老不会，想跟男人鬼混。方社长，你要跟我做主啊。方社长，别听婆娘家的话。哎，清官难断家务事，有理三千，没理八百，谁不许讲了？回去好好生产去。哎，方书记，你走不走？走，回去。好，你又来散伙，不行。她是我姐姐，她是我老婆。我回娘家去，记住吧，我再也不受你欺负了。好，滚吧，滚吧。这回呀，你拿花轿也抬他不回来喽。你怎么让他走了呢？都是你。想他了，亚楠，你不知道做个女人多难呢。我知道，我也受过折磨。像你那样倒好，不称心就趁早。我可跟你不一样，从小就到他家里当小媳妇儿，长不长短不短已经快15年了。这一走一个月过去了，我真想回去看看。姐姐，你别牵肠挂肚的，就在这儿住下嘛。啊，现在咱们有了合作社，妇女自己能够劳动养活自己，又不像从前，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现在还怕的什么呢？你说的也对，我就等他，等他哪天改好了。他思想也老不改变呢。不会的，他也是听了别人的话。哎，姐姐，你呀，真是太好了，大汉哥，我真恨不得揍他一顿。亚楠，别这样啊。姐姐，你这么疼他，他也疼你吗？有时候也疼。你呀，亚楠，啊，你跟碧豪真的解除了？你问这干什么？你们俩还能不能？不能。姐姐，我到保管室送草绳去了啊。老嫂子，这些日子为了你家大汉另讨房媳妇儿，我鞋都磨破了三双，还是没人答应。哎，如今的事啊，真难办。你的两张二尺布，我情愿退还给你了。别提这两张二尺布了，你还是收下吧，拿着吧，别客气了，拿着吧。不瞒你说，雅花一走，我家劳动力就少了一半，如今是高级社，土地分不了红，哎，就靠掉劳动力，你看我这亏可吃大了。是啊，如今一个婚姻法，一个合作化，女人有了这两件法宝啊，腰也直了，气也粗了，胆子也大了。哎，看见没有？不是吗？看见什么呀？那儿呢？什么？还打老婆的好汉呢？呸！这种男人呀，谁嫁给他谁倒霉。哎，是啊。哎，你们看，这朵花多好啊！天天呐，好花插在牛粪上喽。嗨，还不呢？没听人家说，社里的女人多得很，闭着眼就能摸一串。我看呐，摸一串眼泪出吧。生产健康，收脚筋呐，多筋。哎，亚楠，哎，哟，这么多，你们俩交完了？哎，哎，玉成，嗯，亚楠来了。哎，你找他去谈谈。我不去。嗨，你去嘛，怕什么呢？那这人太多了，还是耽误上他家里去吧。好。布谷娘啊，
你来，我告诉你。125。大汉呢？哎，125。雅花，雅花，没病也没死，要你来看我。我怕粮食不够吃，给你带了点米来。雅花，收下吧，我带回去会给妈看见的。脱帮了，怎能干活呢？你这个人呐，从小就费鞋。你这是给我做的？你嫌不好？不不，好啊，好极了。什么也没有了，家就像个荒山野庙，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雅花，谁叫你那么狠心？当初我是头犟牛。雅花，你揍我一顿吧。我也恨我自己，我折磨了你，也折磨了我自己。雅花，往后我再骂你一句烂舌头，动你一下断指头，你要不信我写个保证书给你。谁要你写保证的？雅花，我才知道妈还背着我找马媒婆给我做媒呢。什么？做媒？啊，哦，没事，有哪个姑娘肯嫁给我？雅花，跟我回家吧。啊，好，你等会儿啊。哎，一个马四千，千是马牵过了河，那个个
郎儿买个梳子，解呀解梳了头啊，哟你哟咿哟吼啊！你来干什么？哦，亚楠，我亚楠，我们团结了。哎，团结了。走吧。哎呦。哟。大汉哥。天呀妈见过了河那哥哥，郎儿买个梳子，姐呀王碧好同志，你来干什么？我还是恢复关系吧。我真心爱你。你爱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我自己。好了，亚楠，今天我可是主动来找你恢复关系来了。只要你不去想拖拉机，我取消两条。好，三条也行。不是什么三条两条，是你那讨厌的思想。什么讨厌不讨厌？还是先检查检查你自己的思想吧。我怎么了？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自己知道。我的事儿，组织都了解，从没隐瞒过什么。没隐瞒？这什么？不知道。不知道？这是申小雅的日记本。今天我才知道她跟王碧豪好了，我一个人偷偷的哭了一场，直吃醋。只要他们两个能幸福，我情愿一个人走开。小雅，她唱的真好听，比布谷鸟唱的还好听。你说呀，你跟申小雅是不是好了？小雅的日记本你哪来的？你一定是偷来的。你管不着，你说呀，你跟小姐是不是好了？是，好了。什么时候好的？现在。你撒谎。是现在，我听了他日记以后，才看清楚了我自己，看清楚了他，更看清楚了你。好，好，佟亚楠，我告诉你，我们的光荣青年突击队绝不能有像你这样作风恶劣的人。我立刻告诉队长把你开除，看你还生气。
刚才开了突击队大会，我的队籍被开除了。什么？什么时候开的队员大会？我怎么不知道呢？是啊，好多队员都没参加，也没有通知你去。到底怎么回事啊？贾玲，你听他慢慢说嘛。就是为了王碧好的事儿。真是无法无天理。贾玲哥，你是个党员，你说说看，我到底有什么错误？他们为什么这么打击我？冯书记为什么也不管呢？贾玲，你等等。我在写总结嘛，我看见了，你走吧。哎呀，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明儿早再谈好不好？哎，社里有头牛啊，冻死了。牛？哎呀，小贾是个好青年，他告诉贾玲说他真心实意的喜欢你，你就挑他吧。秀娥姐，我，你别害羞嘛。我挑贾玲的时候脸皮可厚了，你就拿定主意吧。牛呢？什么牛啊？贾玲，你不说咱们社里有头牛给冻死了？请你来啊，又不肯赏光，只好撒个小谎啊，把你给骗来了。方书记，到底是牛的问题还是猪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他啊，对，就是他。瞧你这架势，就像火上了房子似的。同志哥，这比火上房子还要紧。方书记。亚楠，改天再谈吧。方书记，宝山，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受不了这样大的痛苦，你明白吗？方书记，你要跟我做主。什么痛苦不痛苦，姑娘小伙子恋爱总会有点痛苦的。方书记，你光管大家的社会主义，你就不管我的社会主义了。你的社会主义？我的幸福啊。幸福？嗨，大伙都入社了，谁还不幸福呢？方书记，一个人受了冤枉，党管不管。你受了什么冤枉？亚楠的腿席被他们开除了。谁呀？孔玉成和王碧豪。真的？你们看，就这样把亚楠开除我们突击队了。怎么能这样做呢？亚楠是我们队的能手。凭什么这样开除他？在会上，小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将王碧豪给打击下去了。碧豪说亚楠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什么话呢？是啊，怎么能这么说？亚楠是个好团员呢。他还说亚楠有严重的浪荡作风。嘿，真气人。亚楠多正派，工作又好，生产又积极，碧豪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去问问他。哎，你别急，小弟，孔玉成是什么态度啊？他又不了解情况，光听碧豪一个人说，亚楠起来反对，碧豪又给加上了一条，说亚楠不接受教育，有严重的对抗情绪。这太不像话了，我看用不着讨论亚楠的问题，倒应该研究研究王碧豪自私自利的思想。对对，研究一下，这条太可怎么是这样的？你呀，同志哥，
光顾鸡贼的。大肚子妇女累了溜产你不管，青年们的思想教育你不关心，哑巴受欺负呢你也没看见，可是猪生病牛受冻你就昏天黑地头昏眼花的呀。我真有点头昏眼花了。同志哥，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我建议赶快开个执委会把问题解决一下。同志们对方书记的检查提了很多意见，我都同意。我认为在我们圈乡几个社里，你们的社办的是比较好的，在生产上有一定的成绩，这和宝山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呢，在关心人这一点上，宝山同志就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其实党呢一直在教育我们，提醒我们要关心人，要了解人，可是我们往往忙于生产呢，就忽视了这个工作。是的，经过这次经验教训，我们明确了，想把生产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多关心人，要加强对社员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宝山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没什么意见，谢谢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对我自己错误思想往后还要继续检查。关于孔一成和王必好的处理问题，马上我就按照执委会的决议去做。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那好吧。嘉玲，谢谢你，谢谢。亚楠，你的事党来管。
家啊，你还记得三包吗？记得，等有空我就教你。好，小贾啊，你们那学开拖拉机的妇女多吧？很多很多。那你一定很喜欢他们了。喜欢。不不，我还没想到过。真的。啊。怎么会在你那儿？你看吧，我在上面写了字。亚楠，亚楠，亚莲，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县委表扬了我们社，尤其是我们青年团，朝气勃勃，带动全社。哎，独臂将军，你这个新任团支书，可别走孔玉成的老路子。亚楠，哎，大富弟弟回来了。亚楠。我们要解除你的青年队长的职务了。为什么？上级决定派你去学开拖拉机。派我去？啊，第二学期就要开学了，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啦！哎，佳玲，今儿晚上开个会研究一下，把剧团活跃起来。还有。青年团也开个座谈会，对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嗯，还有关于猪的问题，你怎么老没忘猪啊？我们卖给国家500头肥猪，也受了表扬了。好吧。方社长，方社长，生了，方社长，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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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的，是女的？约克夏生小猪了。哦，生几个？4只公的，6只母的。不不。6只公的，4只母的，一共10只，又白又胖啊！哎，是好，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走。黄社长，黄社长，黄社长，恭喜恭喜！怎么你们也知道了？哎，走一会儿去看看去。哎，上午到哪儿去呀、啊？不是约克夏生小猪了吗？不是，方大嫂生了。啊？生了个大小子，又白又胖，快回去看看吧。走走走，走吧。方社长，快点走吧，快回去吧。你们俩先走吧，我家里也生了，生了几只啊？这玩意儿好生几只的？我老婆生了。哎呀，你看你家，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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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杨柳哎，水上漂哎。小贾，啊，我要去学开拖拉机了。真的？你高兴吗？高兴。你同意吗？同意。哎呀，好。说定了。好，等哪天我们两个越快越好。你说什么？你不是说登记吗？我是说，等哪天我们俩都当上拖拉机手的那天。好，那时候咱们就越快越好。越快